就發言人嘅 pat pat， 咁呢三套係連住開嘅，所以我未一年半冇停過噶，但係呢一年就播播曬啦，年證都係今年噶，所以其實係三套。咁我覺得自己拍劇又唔係為咗去為攞獎先至去拍劇嘅，咁當然自己好享受呢個拍攝嘅過程啦，同埋我都。見到呢幾今年有好多好好嘅劇集，我自己都有留意啊！哦，我睇到而家破毒，雖然係啊，雖然佢同我哋同一時間播，但係佢哋喺優酷已經係搶先播咗，見到好多花絮，咁我都覺得我都有同定欣講話，哦，好中意嗰個感覺，我自己都好想去嘗試啲亦正亦邪嘅角色，因為佢嗰個角色又係即係定欣係可以做到亦正亦邪啦。咁我都有未啊？可能我講講下就會有機會想坐下啲位置，咁可能佢哋會覺得，好難主角會係壞人。我話唔係噶，其實而家突然間嗰個味，阿毛都係反派啊，我覺得係好好好滑。有種反派㗎咧，冇啊，要試下喎。真係好想去試下，同埋我演得咁多好人啊，係咪先？嚟緊有金醫生都係正派啦，都好想挑戰一下。咁啊，逆天有國民女友啦，都一路都係一個咁即係田又嘉又係正派律師啦。即係作為演員，你一定會想嘗試唔同嘅挑戰、唔同嘅戲份，去豐富你自己嘅閲歷啦。咁我覺得希望。其實有很多故事都會很精彩的，其實現在有很多劇呢都是那些復仇啊，咁有些 女角是幾個一起，其實個個都是好像反派那樣，但是其實個個的內心都是因為有些原因才會做到這樣。咁我覺得這種戲種都幾挑戰幾特別的，即是我作為演員，我很想去感受他的角色本身心底裡面的東西，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經常很 enjoy 的那樣東西。